明星趣闻哦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偶像练习生的未播花絮比正片还有意思。比如这次张艺兴亲自来到后台给每一个练习生送唇膏。张艺兴曾几何时给了一位嘴白发干的练习生一个唇膏，因为我知道一般人在紧张的时候容易嘴唇发干不知所措，所以我今天为每一位练习生都准备了唇膏，缓解你们紧张的气氛。结果练习生疯狂起哄，老师这个是你用过的吗？老师你每一支都要用一下。张艺兴，每一支都是新的啊，希望你们用这个唇膏涂到嘴上发光发亮。回到导师休息室，张艺兴又给每一个导师都发了一支唇膏，真是贴心小绵羊了，一个人都不能少。结果欧阳靖，你用过吗？这个你用过吗？张艺兴，没有。欧阳靖，那我不要了。张艺兴，这个节目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可爱啊？粉丝表示也想要张 PD 用过的唇膏啊。看来大家都很想要张艺兴用过的唇膏啊。其实张 PD 确实给过一个人用过的唇膏，也就是开头说的那个练习生，是谁呢？就是光芒万丈、魅力四射、炒鸡优秀的蔡徐坤啊。之前蔡徐坤因为嘴唇干现场找唇膏，张艺兴，我这里有一个你要不要试一下，惹得现场练习生一片羡慕。他们不止羡慕，还一个个涂了张艺兴的唇膏，被大家涂了一圈，哈哈哈，求张 PD 的心理阴影面积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觉得好玩记得分享给好友哦。这么帅气的练习生，这么可爱的张艺兴，